Thank you.
我的心。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是造我们心、造我们灵的主。谢谢你把生命的气息赐给我们，谢谢你不止造了我们，主啊，你还在第八日救了我们，释放我们从罪恶当中完全的得到自由，从所有的捆绑的当中全然得到释放。主啊，今天在主日的早晨，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，我们说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曾被杀的羔羊配得一切的敬拜，配得一切的赞美，配得一切的颂赞。神啊，我们今天高举你的圣名，因为我们知道在你的名字的里面，你的名字在哪里，就有你奇妙的作为在哪里。主啊，你的名字是供应者，我们就要经历你的供应。主啊，你的名字是得胜者，主啊，我们就要经历你的得胜。主啊，在今天的早晨，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的时候，主啊，我求你荣耀的王进到我们的里面，彰显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福音的大能。主啊，让我们的生命要经历你福音的改变，福音的充满。主啊，福音的智慧要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，让我们认识耶稣，敬拜耶稣，好不好？教会，让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手来。今天的早上，让我们单单的把荣耀归给主，让我们的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让基督在我们中间得着一切的敬拜。让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，来高举我们的主耶稣，来敬拜我们的主耶稣。所以说我们赞美你，因为在这十字架的面前，我们的罪要完全的得到赦免，所有的疾病要完全的得着医治，所有的罪恶的捆绑要叫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完全得着自由。主啊，我们就不再看我们自己的本相，我们说主啊，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要变成新的。主啊，我们来到里面就要向你祷告，因为旧事容易缠累我们，旧事容易抓住我们，但在今天主日立约的日子的里面，新事要发生在我们中间，新的恩膏要临到我们，新的生命要浇灌在我们的身上，让我们耶稣基督